装修好了已经。哎，这位是谁啊？谁啊？这位你是谁啊？你知道小黄哥想唱什么了？哎呀，快活了！哇，这是河洛长，这是河洛县，现在这河洛长大。你看，你看，那我，你看你长大了，多棒！这十。方小瑞，这是方小瑞。你看这个好假哦，我打不起。海聚金飞是什么？风暴英雄。风暴英雄是什么东西啊？没玩过。不知道。大风，大风，这什么？这是英雄吗？哇！我这是给全体死斗地图，吉拉德堡火热出炉啊！在个人死斗中，你将与七位未知选手进行八轮混斗，只有最强大的英雄才能获得胜利。哎，这才真正的解说词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第一集《风暴面对面》。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黑子池，还有贾一文啊。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孙一航，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啊。欢迎两位啊，欢迎三位，三位都是我们的。三位，当牌子啊！欢迎两位啊！两位都是我们的老面孔。然后，你说话。这个，是为大家带来，萌萌的话是为大家带来了这次东西区决赛中的季中赛的解说。而365呢，365是我们的365呢，则是很早就开始打职业了。去年偶尔会登上解说席，可以说是两位非常全能的典型。那种拉，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你们翻哪？还有那个起义把头发撩起来。我怎么可能？这个像起义把头发撩。这个就是。哎，这个。不是那个毒奶吗？这个眉毛一模一样。哎，好像是那个毒奶。Thank you.
所以啊，你请我妈来了。这个是我们从那个跑来的。这个是我奶奶，这个是我奶奶。这个就是摄影师小肖。哦，对，这个是我们的刘子叶，叶老师就是可以单独联系，可以待会可以单独联系。好，没问题。哈哈，我妈来了。妈来了，你是妈妈。拜拜。